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D 点矩阵，你怎么样把它做出图形来哈？我们先看看我们刚刚那边，刚刚已经写好的题目这里，好，这里我就不要了，丢掉丢掉。如果你要沿用这个，记得现在有没有串联？没有。不用，把它拿掉。现在也不需要光敏，丢掉。我只有这个留着而已。好，再来，你看这边 ，LED 点矩阵是不是属于不会回传数值的？所以在元件模组有没有看到它的？但是这里我们用到三个角位哦，我们是不是用到16？对。14。跟05，角位还是要插对哦。对。啊，05就是05的。对对对，一样的哈。好，那现在好了之后，你可以叫它显示东西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，把它丢出来。所以这样就可以马上来测试一下喽，看看你们家的这里，如果你的会笑了，就恭喜你喽，表示有接成功了。要笑，你可以笑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不会笑你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第一个丢出来，你先测试一下，看看会不会出现这个脸，好，笑脸。好，那么你现在已经有这个爱心之那个笑脸之后，我们来看，它有好几种怎么样做，就是显示那个内容的方法。刚刚你看这一种的，有没有觉得好像比较难一点？有，看不懂，看不懂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里面一种在下面有没有一些原已经有的图案？有。数字、英文，这可以拿出来。哦，你说要显示图案，所以刚刚有人说爱心，这里就有爱心了，有没有？哈哦，就有了。啊，这个字你们也会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哎，所以中文字也可以，只是中文字大概没几个字啦，因为64颗哈，没有办法写太复杂的，就只有64颗灯而已。好，那要问一下各位喽，如果你不要这些，你也可以用什么？刚刚这边是不是有人用画的？这是一种方法。那你可以做更有互动式的，什么意思？这个看不懂没关系，但是这个有个好处，比较节省空间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在这个积木上面按右键，有没有个叫说明？按下去，官方有提供这个，你把你开发版的名字叫出来。是的，角位要对，16 14 05，你就连线。好，连好了，当然你就要看一下我这边哦。刚刚虽然你有那个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这个糟糕啊！现在还没连上去。你看亮了有没有？只是它比较慢而已。有没有发现这样比较有互动感？有。这样你比较有感觉嘛，吼。所以这样比较像小丑的吧？对不对？那而且你做好了，有没有发现就可以直接复制代码出来？那你也可以直接拿原本的形状来改，比如说有人喜欢这一种的，有人喜欢这一种的，你就可以拿这个形状直接来改啊，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有感觉？好，所以这一种也可以，按你了解啊哈。那这个我们都是做单一个而已哦，请问可不可以做动画？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对，所以你看我们这里，我这个先收起来，这里先丢掉。你来看这边有跑马灯，有两种啦，一个是做动画，一个跑马灯。好，那我先去做动画来丢进来，问一下各位咯，我们的单位还是毫秒，对不对？对。100毫秒是一秒，马上请出去。有没有？他已经下课了，这位同学已经 out。一秒等于1000毫秒呢。哦，0.1秒。对啦，所以我们做动画实际上是视觉暂留嘛。对。所以0.1秒换一格，0.1秒换一格，是不是产生一个动画？对。那现在预设是不是有3格？对。如果不够的话，你应该知道齿轮。对。
就给它丢出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有好几个。好，那你要显示什么内容，我们就来这边。你可以用刚刚的图案的，你可以用数字的，也可以用你自己画的，是不是都可以？好啊，这个我就用这样子就好了。爱心，对不对？你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这里，好，这里有一个笑脸嘛，笑脸就拿来这边，这个就不用。那我们马上就来play一下看看。太快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马上把它调慢一点。比如说我变成300，那就0.3秒换一张。这样有没有？有了，对不对？那、如果你要做动画呢？不是，要做跑马灯呢？一样的，我来这边把这个跑马灯丢进来，对不对？丢进来，但是看起来好像跑马灯是不是只能做一个？不是。你也可以怎么样，这个拿掉，你可以告诉他用字串的文字，这边有没有字串就可以把东西串起来，所以就不只有一个图案。好，你看我把这样串起来，后面是不是就可以放这些内容了？你就可以像这样啊，我要这个图案，然后我要这个图案，这边我就先停用一下，我就用这个就好了。好，向左边嘛，那我们就 play 一下，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效果，有没有开始向左边跑，又有两个这样的形状。这可以写字，这样跟那个跟楼下你们学校那个就有像的，只是字没有那么长而已，对吧？好啦，还给你啦。它可以串吗？它可以串，但是电压不足。就是如果你其实它后面这个就是要串接用的，它可以串两个板子吗？哎，目前程式是有问题，对啊，所以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怎样，就是多个开发板，一个开发板提供一个，那这样也可以，就是有时间差，如果你算好的话也可以串起来，对对对对对。